现在是早上6:50多，2020的最后一天了。我的开始是这个样子的，去施工了。现在我收工了，现在是9点多，然后这次呢我就要在剧组跨年了。但是虽然我是在剧组跨年，然而我一点都不孤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这个晚上有非常多我喜欢的人在陪我跨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耶，哈哈哈哈，大龙龙、田常、宁小星，还有荷兰弟、陆晨老师、严崇信，哈哈，我先换一套非常做作的衣服，我不管，反正我要这样子过我的2020。穿得这么浮夸，然后穿这个。朋友们，现在还有5分钟就要到2021年了。等一下，我打算胸罩脱了。听他们说，如果不穿胸罩，我就不穿胸罩过2021年的话。2020都会没有胸罩，对，也不管，反正我需要这样做。现在我们就等待59分的到来。9分的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又没有一些东西，在录啥？因为同学聚会这么的录，已经把我看贱了，看别人看贱了，因为你让我都看贱了，快点去见了，去见了，去见了，我不能去见了。2020年所有的不好都留在过去了，未来只有美好的东西。我为你而欢喜，好了好了，哇！我已经看完了，哇！大家新年快乐！每个人一起跳一来。Happy New Year!
点着急。我已经完美的跨过了2020年，现在已经2021年了。希望每一个人都被爱包围着，然后继续努力，一起加油，让2021年都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年吧，朋友们。耶，新年快乐！